你好，我是雅蒂斯，这是亮眼冥想。如果你长时间运用眼睛，例如盯着荧幕，或长时间阅读，这个冥想可以帮助你更好缓解眼睛的疲劳。好，找个舒服的坐姿，或躺着，都没有关系。轻轻闭上眼睛两秒钟，一、二，很好。现在用适当的力度，稍微的紧闭眼睛两秒，一、二。我们张开眼睛两秒，一、二。再一次轻轻闭上眼睛两秒，一、二，用力紧闭眼睛两秒，一、二，很好，放松眼睛，保持眼睛闭着。慢慢的呼吸，允许空气进入你的身体，允许空气流出，让自己放松下来，全身放松。感受到你的眼睛，感受眼皮，允许轻微的放松它们，留意你的呼吸，每次吸气，缓缓呼出。随着每一次呼出，让自己专注带出眼睛的疲劳，释放更多，眼睛越来越放松。眼球放松，眼睛周围的肌肉，眼睛后面的肌肉也允许它们放松。逐渐变得稳定，安定。每一次呼气，眼睛周围的肌肉变得更柔软，放松。所有压力，所有刚刚带给眼睛的压力和紧绷，通通离去。呼吸在这里轻柔放松。保持你的意图与呼吸。缓慢的呼吸，气息流动。观想自己每次气息进入眼睛，就像一种洗涤。每一次气息流出，观想他们把眼睛的疲劳带出。放松，当你保持眼亮的意图，随着你吸入氧气时，你正带给你的眼睛细胞更多的活力。
让眼部的神经、血液、细胞能够得到更大的修复。自由的流动，放松，自在的呼吸。放松整个眼眶、眼球、后脑勺，让你的视神经变得更敏锐与清晰，视野更加的明亮与多彩。照顾着你的眼睛，释放更多疲劳，眼睛放松，视力更加的敏锐与清晰。视野更多的明亮与色彩，允许自己在这里放松，疗愈片刻。好，我们的冥想即将结束，让我们慢慢地将意识带回来，轻轻地睁开眼睛。睁开眼睛时，眨一眨眼睛，感受你的视觉更加明亮、清晰和充满活力。祝福你，我是雅蒂斯。Thank you.